我还是睡沙发吧。怎么过了这么久啊？你还一点长进都没有啊？来，躺着。我呢是孕妇的老公，我当然睡到孕妇的边上了。我说你干嘛这么紧张啊？肩放松一点，手也放松一点。你这么紧张，小西米会不舒服的。把头抬起来。这条线，这一次的生日，我觉得比往常更有意义，也更幸福。这大早上的，我妈去哪儿了？妈，你看你身体这样，怎么还去买菜呢？今天别开张了。我拿，我拿，我拿。那哪行啊？我才来上海没几天，你想让我在上海喝西北风啊？那你这身体刚好，要不我留下来陪你？哎呀，没事儿，我有事儿回头给你打电话。你又骗我，我一走你肯定自己忙活一天。我来帮忙吧。你，你行吗？那些面条青菜可没有你手下的员工好使唤啊，手一不到味道就跑，知道吗？妈，戏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做，还是算了吧，我来帮你。一个男人不管多会赚钱，不会管老婆孩子，那也是不合格的。一时帮把手，一生赶不走。他既然想帮忙，那就给他机会吧。可是。妈，我觉得我肯定没问题的。那个面条跟青菜呢，怎么会有投报率跟毛利率难呢？我肯定可以。好。用爱来造句，属于我和你，芯片爱专属引力，心跳加速秒回。对你感觉，关于你声音从不缺席，用爱的耳机，只有我和你，芯片爱收藏唯一，加一点浪漫气息，蒙太奇，特别的关心是你，爱呀呀爱的很得意，没有道理，一个眼神就能确定。是你，就像天空的云朵在哪里，阴晴都属于你，我的风景，爱呀呀爱得很在意，没有原因，一个微笑做出回应，因为是你，就像天空的云朵在哪里。辛苦了辛苦了，终于大功告成。
起吗？